今时今日，环保已经成为常识。而讲起环保，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一个字眼叫做可持续发展。往时嘅观念，消费就好似等于浪费，但其实只要消费得当，都可以唔制造垃圾，同时帮到地球，就好似帮衬本地嘅社会企业就系其中一个方法。例如用 DBS 信用卡去指定社企买嘢有优惠，想使再劲啲呀，不如买下砖头啊！有冇谂过选择买咩楼去支持可持续发展呢？如果你嘅 dream house， 你想买嘅楼系以绿色理念去设计同建造，并持有香港绿色建筑议会颁发嘅绿建环评白金级或者系金级住宅楼宇认证嘅指定物业，银行就有机会提供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好方便咁上网用 App 申请，好似用 DBS 嘅 Home360 App 申请绿色按揭，最快可以一分钟即时批核。咁买得楼投资咧，自然唔少得。DBS 最近就推出咗 Live Better， 呢个可以讲得上系一站式可持续发展数码平台嘅先驱。当中嘅 Invest Better 认住呢个 Live Better 绿色 label， 绿色 label 就系获得证监会认可嘅 ESG 基金。睇见边只啱心水，可以直接喺 App 里面买卖，仲可以随时翻睇自己买嗰只 ESG 基金嘅表现。除咗投资之外，喺 Live Better 呢个 DBS 可持续发展嘅专区入面，大家可以睇到各种嘅可持续生活 tips 同埋内容，由资讯到投资都一应俱全。